阿明姑一百零五岁的林穗姑前采访，原本是按算讲要来参加台南市府城的防癌抗癌健康协会所来举办的百善孝为先、弘扬孝德三部曲系列活动。阿明姑讲受到疫情影响来延后办理，协会特别伫咧母亲节之前去引导来个祝贺，也好先是跪伫咧裤卡来帮妈妈洗脚，场面是相当温馨。由七十五岁郭廷辉亲自为母亲郭前采访红茶抓铃洗脚，洗脚的时阵，郭廷辉个一脚跪地，表示孝心，场面相当的温馨。迄阵拢个下茶下连茶，有呾落天吼，啊气袂倒吼，较辛苦。爱生六个，啊伊个相夫教教子啊，哎呀，所以伊是个介好个老母安尼。伊迄阵替咱做吼，咱护理是都无够啊。原本有定举办的弘扬孝德活动，受到疫情影响延后，不过无要让百岁林穗失望，选择母亲节进行，协会顶人前往徛街特别举办活动。我们要弘扬孝道，也是希望说我们为人子女的对父母亲要做到孝心顺心，让他们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过一辈子。认为疫情的时候更要加重那一种的一个孝道，啊，所以我们就选择台南市我们安平区的伦瑞105岁的郭妈妈来做一个示范，然后弘扬孝道继续推行。府城弘扬抗癌健康协会推动大健康的理念，鼓励人爱保持欢喜的心情，有和乐的家庭，才会当让人心情快活。因此，协会每当办理活动，主要弘扬孝德，也促进家庭和谐快乐。记者苏英和安平区采访报道。